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欢迎回来我们表弟好主义礼拜一的直播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妈咪鸡啊，妈咪鸡，没有食谱的可以先 print screen 哦。OK。下午好，大家刚进来的话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哦，点赞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三道菜啊，一道主食，两道菜啦，一个是刚刚讲的咯，妈咪鸡，还有一道是花枝丸啊，用炸的。 OK， 这个是这个，其实我突然间发现到三样都是要经过油炸，都要炸，你很爱做炸的哦。然后还有一道是福建面啊，可是为什么是叫纹身面？纹面嘛，焖面嘛，焖身面。你先纹哦。啊，一个火这边的吗？那个是纹。啊？焖不是这样写，焖有一个。哦、对对对，一个火这边，这是简写的吗？没有，简写也是那个字。我们可能是我。你写错字了。以前我们餐厅写都是这样写的。哦，餐厅是这样写的、啊。其实是写错了了。嗯，你这样写的文，嗯，所以但是有我们今天就是要做三道菜啦、嗯，一个是妈咪鸡，然后炸花枝丸跟这个、嗯、啊福建面啦，福建焖面啦，嗯，福建焖身面，焖身面 ，OK， 写到纹身面 ，OK， 尤其是那个是我以为是我以为是你要讲，这样讲。以前的字都是这样写的是吗？那个不是，我是说简写简体字。没有简体字也简体跟繁体字。我是餐厅，餐厅我们是想写快吗？有些餐厅我们写啊，我懂意思，就是有一个缩写这样的。对，有些纹身面、焖身面啊，我们有时还用连火这边都没有写，就是纹身面，就是焖身面嘛、嗯。好，那么现在花枝丸啊，花枝丸就是你可以用就是茉莉花。当然，你可以用自己买墨斗啊回来拌。墨斗越大字的话呢，就是墨斗是什么？墨鱼啊，这个就叫墨斗了。哦，这个就叫墨斗啊。墨鱼 啊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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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们广东话哎，这个餐厅就讲墨斗墨斗嘛。墨斗啊，中文应该叫。所以有的墨斗我们小卷、长卷还是章鱼？有人讲花枝啊，花枝对，花枝啊，花枝啊，我标题也写花枝丸 ，OK。嗯。为什么瘦了这么多？谁？现在唯一看到的就只有表弟啊，因为没有胖过了啊，一直来都没有胖过啊。他原本就是长这样的 size 啊，什么？为什么瘦了这么多 ？OK， 啊，不要胖，放心。他没有胖过 ，OK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个花枝丸、妈咪鸡跟这个福建生面。对啊，当然我们花枝丸这种，如果你说。如果买墨斗的话，我们说真的是很贵，很贵，墨鱼很贵。那么这种他们自己处理的话，他们比较便宜一点。嗯，就是直接买变的啦，也方便啦，省时间。其实你去尼姑度那边，尼姑度就可以买得到了了、哦、啊，我们是在尼姑度的、啊，嗯，尼姑度买的这个墨斗墨鱼滑、嗯、，OK， 啊，也可以叫花枝丸，总之就是手动的配色 ，OK。你说。手动找出来不够康，手动是有肉表，我们讲手动对于我们的手管啊，那叫手管啊、嗯、什么手管？那个手动叫手管、啊、小管。 Hello， 请问爸爸有照片吗？我给人家看。麦芽糖没有，就有没有照片？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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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片了。我们现 在一个一个小罐的小罐的啊，对对对对，你麦芽糖英文叫什么？麦芽糖，哎呀，你不然你找照片先给他，嗯、啊、我们有时间慢慢来 ，OK 啊，我们现在在做直播啊，我挂电话啊，啊你叫 ，OK 啊，拜拜，啊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卖牙糖我拿去我买了去了那个office. 这拿去了我的旗舰店了就
我以为是一直以为我有，我就没有那。我要煮做的时候，哎呀，不是有一个麦芽糖在这里吗？那麦芽糖是用在妈咪鸡的是吗？嗯，啊，妈咪鸡的。嗯，我们先等一下表弟传那个麦芽糖照片给表嫂。啊，大家好，我也是要煮妈咪鸡啊！哇，那么巧啊，这么巧，这么巧。OK， 表弟，你花枝丸的食谱有吗？有食谱里面有写。嗯，食谱书里面有是吗？对。花枝丸食谱书里面有的啊。嗯，找给大家看。哎、欸，在表弟传照片后面啊。啊，那个是自己有这个是自己办的。自己买回来自己搅哪里哦在哪里最后啊啊小刺 162 OK page 1662 啊造型墨鱼丸也有人讲这个是 coronavirus 的样子OK 你的 COVID 的样子所以这个是墨鱼鱼肉啊，墨斗鱼肉啊就是墨鱼啦来大家如果你要食谱的话先 print screen 哦 OK 321 OK哦，谢谢大家的那个恢复麦芽糖啊！哇，表弟已经send照片给表嫂了，这样表嫂就用照片来去买了哦。OK， 因为他不知道在哪里，就是 market 有一个地方会卖麦芽糖，只是要特别去找一下。不要去找。好 ，market 很大嘛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先处理这个面，我先找、啊、把面条炸了先。哦，所以这个福建面是要拿去炸先。炸了拿来焖。先炸再来焖。因为生面呢很多种做法了，你可以直接煮了干捞，干捞然后淋一些那个酱下去，可以啊。哦、对、okay ，你可以干只是干捞，然后炒一些肉放在上面也是可以。所以面条是很多方法可以处理了。其实面一个这样的面条，我至少可以做十种不同的一个料理出来。哦，这样多种啊！对呀、啊，你可以拿来煎，然后淋制下去。对，你可以来干捞淋制下去，啊也是可以哦。啊，拿来焖，拿来焖也可以。对，拿来炒干炒，也可以炒来炒干炒。可以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先炸。先炸，我先是我炸一下子罢了。炸它焦就可以了，炸到焦啊，它的焦色，炸到干呐、啊，OK， 这个有 brand 的吗？这个面啊，好，我们是用这个啊，云吞面，然后面就可以了，我们用碗汤米来做，就碗汤米就可以了，OK。下午好啊！还没有分享的话，请帮我们多多分享啊！对啊，分享的。Okay? 今天要做三道啊，两道菜，一道面 ，OK？ 需要大家的分享哦，分享分享。How is the meat packaging like? Can show 啊，这样子啊，是。你去买了，什么面都可以啦，我们是。只要碗担面就可以了，干捞面、全担面啊。全担面或者是云吞面或者是干捞面都可以啊。We use this wonton noodle。啊，飞天面，你炸下去就变飞天面了。也可以做飞天面吗？这个、飞天面之前表弟有做过呢。对。哎，我们现在before油还热的时候，我们就来调一个味好不好？调味道。调面的味。不是调那个炸那个什么的味？妈咪鸡。妈咪鸡，对。OK， 来，我们调妈咪鸡的味道啊，先是伊利丹。来，这里是个鸡腿啊，一个茶匙半的糖。再来是两汤匙的糖。一茶匙半。Sorry， 一茶匙半的糖。一茶匙的鸡精粉。一茶匙的鸡精粉。那么四个鸡腿，我们三分之二茶匙。三分之二茶匙的盐。OK。
请问你的新膜已经有货了吗？啊，有，你联络私下我们。有了啊，我们已经有新货了啊，私下联络我们。嗯，来，胡椒粉多少？胡椒粉四分之一茶匙啊。四分之一茶匙，再来是料酒，多少？料酒一汤匙，两汤匙。一汤匙的料酒啊。嗯，一般上都是这样就可以了的啦。然后搅拌均匀。有味道啊，当然你可以有，哎有，放一点姜汁、蒜米汁，再姜汁，你可以放一点姜汁下去。姜汁跟蒜米汁。啊，你喜欢那个味道，可以另外一个。啊，我今天就没有了，懒得去敲就没有了。如果有的话，你放点姜汁下去也是可以的。OK。搅拌均匀，就把我们的肉放进去啦。这是鸡腿肉是吗？对对对，鸡腿肉。三只鸡腿肉。四个鸡腿。这里有四个鸡腿肉啊。OK。意思。每次我做这个咧，你三个鸡腿是不够吃的。嗯，因为妈咪鸡，我觉得是小朋友，小朋友超爱超爱超爱，喂哄孩子啊、嗯，啊，他每次做了这个，他甜甜的嘛，对，甜甜的，甜咸这样。哎，只要是甜酸甜的东西哦，炸的东西啊、都会很受大家欢迎哦，小孩子都喜欢啊，小孩子都喜欢，对。我们要有香，有香的一点呢、啊，就是你可以放一点蛋黄粉。OK， 蛋黄粉就是 custard powder 啊。如果不太知道的人，嗯、你可以去 search custard powder， 就是那种啊、烘焙店都有卖到。OK， 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，多少？一汤匙。一汤匙啊的蛋黄粉。一汤匙半啊，一汤匙半的蛋黄粉，三汤匙的那个马铃薯粉，马铃薯粉，三汤匙的马铃薯粉，就是要先来腌一腌，等一下就直接拿去炸了，就不用另外再上粉哦。对对，这个呢，跟大家说，你要知道。我们也吃了我们水分，也是我们肌肉很多水分嘛。嗯。你如果很多水分的话，可能你的那个马铃薯粉可能要放多一点。啊。如果你比较干身的话，可能两汤匙都可以了。就根据你调到怎样啊？对对对对。嗯，那加了一粒蛋的话，应该是都蛮多水分的。然后慢慢它会吸回去嘛。嗯 ，OK。就是基本上我们要的是它这样的干身就可以了。差不多这样啊。对，所以你鸡肉砍回的时候，你要给它滴，水分啊，那个滴干鸡的血啊，弄干它再来腌更好。OK。好，这样我们腌住它哦。当然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腌个半个小时以上啊。当然，我这个鸡肉啊，这鸡肉等下我们要拿去炸。比如说炸鸡肉的时候，我们先炸面条。Okay, 来，我们回到我们的面的。那个部分对，因为妈咪鸡还是要等一下那个麦芽糖啊、哦嗯。有放妈咪吗？当然，妈咪鸡一定要放妈咪，不然叫妈咪。为什么会叫妈咪的、啊？妈咪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妈咪的、啊、妈咪酵母精华妈麦。OK。听说外国人很不喜欢吃这个东西，对没？啊，外国人他们有那个挑战吃这个啊，味道是啊，就很奇怪啊。你单单吃这个味道其实蛮奇怪的，不过你配粥啊，像我们啊亚洲人哦，配粥或者是配这种妈咪鸡哦，特别好吃啊。好像台湾人没有这个东西嘞，台湾人 啊，我女朋友没有吃过这个味道。哦，妈咪呢？我听我朋友讲啊，不然真的假的啊？嗯我是没有试过了啊，在那个做巴古德啊，啊巴古德，他说他的朋友是卖妈咪的，卖妈咪啊，他有介绍，用巴古用妈咪来做巴古德，调汤底调味的时候可以放一点下去，我很像可以试试看啊，他其实他也没有错了，我是想象这个味道是那个味道很可以调的，因为啊对，我就想到他说他的吧，他因为他本身是卖，他朋友是卖妈咪嘛。嗯。他说最好生意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巴生。哦，是啊。啊，他因为卖最多是在巴生啊。所以哦。所以就奇怪就聊，后来你他说他了解到说是
观察他们拿去巴古德啊，在里面。所以巴生巴古德的味道有可能会放妈咪在里面。啊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啊。OK， 啊，表弟刚才煮你的麦片鸡肉很好吃，谢谢表弟的教导啊。OK， 来我们慢慢不要马上放下去啊，一下子慢慢放下去啊，慢慢，因为我的油很多，一下子放它太满下去了，油会浮上来，然后整个面就炸得不漂亮。不是面炸不漂亮，整个就完蛋。啊，完蛋了，直接是完蛋。没有漂亮跟不漂亮可以，整个油捞出来啊！啊、哦，哇，就是这样子啊，炸到它定型就好，只要到它焦色就可以了。嗯，How to contact your back office for the new walk? OK， 你去 message 我们的 messenger 啊，啊，不用打电话，你 message 就可以了。Facebook Messenger 表弟好主意 Message OK， 我们后台有人会看的 OK。可以油热啊，我们就不要马上这个要拿出来。表弟，你的面会有很多碱水吗？这个面比较好。碗汤面不会有。比较没有这么的一个。有那个泔水面。啊，对。没有啊，这个碗汤面是没有的。啊。碗汤面如果太多。碱水的话就没有人要买一次了。OK， 来炸第二轮的话，要确保里面的东西都捞出来再炸。慢慢看啊，不要一下子放上去，放下去然后油就满上来，油就满上来就糟糕了。等着慢慢放啊，让它的油比较冷静一点。OK， 啊，捞上来。然后翻面，焦色就可以，不会啊，焦色就可以，有颜色就可以拿上来了，有焦色就可以了。Hello, I want to buy the recipe book for my mom. Do you ship to Singapore? Yes. 啊，我们有 ship 啊。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啊。啊，我们之后会介绍这个食谱书。如果你想要买的话，请留守到后面呢、啊，我们会讲那个 code 给你，你在 comment 那个 code 就可以啊购买，或者是你直接到表弟 official.com 也是可以啊。Where he bought the wonton mee 啊？你在那里买这云吞面 ？Grocery 啊 ，any grocery shop。我们是去Yaya Grocer啦。如果你要问的话 ，OK。我相信 Aeon 啊，或者是 Tesco 都有的 ，OK。OK， 这面呢就炸上来了哦。好，那我们炒面先哦。How much is the shipping fee and recipe book? OK。现在食谱书是60块，那 shipping fee 新加坡的话，我记得是40块，40马币啊啊，所以加起来全部是100马币，换算去新币的话，30块有找啊，30新币有找。你可以跟他们讲一下。所以大家如果啊，现在我直接讲 call 出来啦，如果你想要买表弟的食谱书，现在有便宜啊，就是我们之前表弟生日优惠的这个。价钱呢、啊，就是因为他现在60岁了，所以他给大家便宜。原本88块的价钱的食谱书，现在只需要60块。你要买的话，可以打上 G1+1 啊 ，G1+1 if you want to buy this recipe book， OK？ 啊，西马运费9块，东马30，新加坡40马币。对，刚刚讲的没有错啊，所以加起来，新加坡买的话是会要100块钱的。啊，这样你其实就省下那个车费啦。我觉得你如果要特地去买表弟的食谱书哦，啊，那这样子加起来啊 ，OK， 你要的话打上 G1+1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回来我们的这个面，面条哦，炸到它变对变色就好啊。我们先炒面先，OK。How to make payment? You type G1+1 first. We will contact you. OK? 就是你要用 Touch and Go 也可以，用卡 ，debit card、credit card 也可以。OK？ 可是我们没有那个货到付款啊，没有这个服务，只有过卡跟那个电子 e-wallet 才有。OK？ 我们请问云吞面要烫过水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你不能烫，你炸的东西不能烫啊。啊。OK， 现在我们炸了一轮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时候给它的，你可以直接浸水啊，浸泡水。当然你要快的话呢，浸泡水它就软下来咯。云吞面要汤吗？我们是其实是用云吞面的面来做福建面的。焖啊，我们要用焖的 ，OK？ 福建炒了啊。
For Singapore 哦、oh, ，Singapore 应该是也是只接受 debit 跟 credit card 罢了，是吗？啊，你像那系统会跟教你啊，你先打 G 万加万啦啊、嗯，我们的系统跟你联络。嗯。OK OK， 在一边炸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花枝丸。花枝丸啊，那花枝丸呢？现在我们花枝丸要怎样做呢？就要有个面包，你可以买面包坑，就是面包烘啊，面包坑啊。啊，如果没有面包坑啊，你说你可以买这个嘛白面包，自己切啦。白面包呢自己切。这里是自己切的。就自己切的。大家买面包坑。然后你就打开出来了，给风扇吹一下。吹干它，为什么呢？给它的面包也硬。嗯。面包硬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切啊。对，是。把这个焦色的这个皮啊切掉它，那么我们切一个。OK， Any payment charge for credit card 啊？我觉得你先联系后台啊，因为我们这里不负责付款的部分，后台才会帮我们负责付款，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呐、啊、会帮我们付款啊，负责这一 part 啊，我们现在只负责直播教学 ，OK？ 我你给 credit card 就可以了，我们跟着你 credit card 他不会有 any extra charge 的 ，No， 就是他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你的。product 跟那个 shipping fee 全部加在一起就是那个 final 的价钱了啊。我们刚刚讲的食谱书是60块，那寄到新加坡是40块马币的运费，加起来是100块马币，所以应该就只是100块，大不了就是汇率的问题啊。汇率的问题啊，汇率的问题最多的就是这样。对，现在我们就是这个熟悉一下啊，我们说那个这个如果你是本身如果买回来的话，是买的尼古杜买的话，你就不需要放盐。哦，它已经有调味了。它有咸味了。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买麦豆出来皮扒了它的时候，用搅拌机搅。啊，那干生啊，一定要干生，搅拌机搅。那么你就要放盐，但是不需要放多了，因为一点点就好，提味就好了。这个麦豆本身都有一点带咸的，因为海产嘛，都有带点咸，不需要放太多。那么我们自己调味的话，我们放胡椒粉，好，胡椒粉。那么鸡精粉，鸡精粉啊 ，OK， 半茶匙的鸡精粉，半茶匙的鸡精粉，这里400克啊。面包粒可以买现成的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没有你可以买面包糠。那叫面包糠啦。面包糠，但是不美。面包糠不是很碎吗？碎了就不美啊。OK， 这个马铃薯粉一汤匙。马铃薯粉一汤匙啊。那个麻油半茶匙。麻油半汤匙。半茶匙。啊，半茶匙 ，sorry。Can pay by Singapore dollars 啊？你先 type G1 plus one。我们后台会有人联系你的，你再问他 ，OK？ 关于付款的方面，我们其实不太了解，你还是要问后台比较好 ，OK？ 我们有工作人员在后面跟你聊 ，OK？ 好，来，我们就是搅拌这个花枝丸呐、花枝丸，这个你要挑挑，就是给它的松散。对，给它的肉比较松一点，扎实，扎实啦，对，扎实。Can you 手动啊？可以，这个其实也是。不要用手动，麦豆。Sorry， 手动的肉很小，很小。你搅出来的话，黏黏很水。但是你买的麦豆越厚的、越大只的麦豆，越打出来越美。它肉扎实嘛。你麦豆你就要把麦干它，麦干了它。每切小小块上去搅拌，搅拌的时候不能用这个就不大适合用那个搅，要用另外一种搅。OK， 好，来，好像这个都没有搅碎啊，这个都没有，里面都有点没有搅碎了。所以尼古杜就代表是新鲜的啦，蛮新鲜的。真正是也有真的是用真材实料去做的啊。OK， OK， 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阿米啊，来，
OK， 来，我们要做完啦。嗯，首先大小粒是你喜欢的啊。嗯，像表弟这样抓一粒出来，就放在这里，放在面包这里。对，你就是手刚要刚伸。啊，另外一个手啊，包在面包上面。哎，这样子就是一粒。一粒了哈。嗯。OK， 我们的那个墨鱼丸就是这样啦。嗯。看你大小粒喜欢啊，不要太小粒啦。OK。哦，刚有人问啊，会不会有水分啊，油费多少哦？啊，来，我来讲给大家听一下。OK， 刚刚介绍的是这个表弟食谱书啊，原价88块啊，这一次我们是因为表弟60大寿，所以有便宜，有做这个优惠给大家啊，88块，现在只需要60块马币的食谱书。如果你要买的话，打上 G 一加一啊，那运费的话哦，西马是9块钱。东马30，新加坡40马币 ，OK。要的话打上 G1+1 哦，我们后台会有人联系你。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也可以问后台 ，OK。好，来，我们就是先把这个墨鱼丸哦做好，再把我们刚切碎的面包裹在上面，每一个肉丸都有沾满那个面包哦。OK， 这个面包如果你用不完的话，你去。去给它风吹干，它不会坏的。嗯，吹干身它不会坏的。吹到干身 啊。那我就说上来。Just a bit worried that payment is not safe and secure. OK， 我们的这个付款的话，它是很安全的啦。如果你觉得，因为毕竟是表弟自己人在做的啊，如果就是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，OK， 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如果不要啊，你现在打的号码多少？G1+1 啊 ，G1 plus one 啊，你一打下去的时候，我们 system 啊 ，automatic 会去你的 messenger，你就会收到一个 system 啊，那么你就按进去里面，它就是可以进去里面付款。对，那个网站是对，不然你真的是很怕的话，你 message messenger 直接主动来找我们，啊，去那个 website 买也是最好的啊，OK。Would be better if we could purchase it directly in Singapore. Just a suggestion. 你可以去 off day 啊 ，off day， 就是如果去到JB 啊。啊，因为毕竟我们是在马来西亚，所以网络就是只能这样了哈。啊，那如果你要现场购买的话，可以到JB 啊，新加坡朋友。啊，有机会去 JB 的话，这个 Delicious Vera 的 Cafe 叫 off day。Cafe 啊，你可以 Google search 啊，他那边有卖表弟的食谱书。不过这个优惠哦，各位只到9月30号，啊，就是今天是25号嘛，还有5天，我们这优惠就没有了哦，啊，所以要买的话要快哦 ，OK。如果你还在考虑的话，多5天时间给你考虑 ，OK。啊，之后这个价钱就会变回88块了啦。这个只是纯粹表弟。60大寿啊，来做的一个优惠，他这个就是要回馈粉丝啊，让大家都有拥有一本表弟的食谱书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花枝丸就差不多啦。嗯，大小不一哦，是代表才是 homemade 的感觉。OK， 啊 ，OK， 这个水果呢？来，水滚了，把刚炸的面拿去穿烫，分两次啊。叔，明天汇款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你只要是在10月之前付款啊，就是9月30号前付款都没有问题啊，啊，都是60块的这个费用。上次我到表弟 KL 的店买也是可以啊，啊。你到表弟的店，或者是到 Vera JB 啊 ，Vera 的店啊，买这个食谱书，一样是60块的，其实确实是一样啊。啊，只要9月30号前，啊，你去，不管是旗舰店、表弟旗舰店，JB 的 Vera 的 Cafe 或者是 Chilicious 啊，这三间店买表弟的食谱书都是60块 ，OK， 就省运费哦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到这些地方的话，我建议你上网买，因为虽然有运费，但还是有便宜啊。
请问这本跟之前那本里面的食谱一样吗？是的，是旧的 啊，我们没有新的食谱书，都是一样的食谱书 ，OK？ 是旧的食谱书。OK， 你穿烫的时候不要马上去搅它，因为它很干身啊，会碎啊，所以你现在是稍微滚一滚它，它软的时候你才捞上来，啊，它很，因为炸过了呢，它很耐闷的，很耐闷的。嗯。OK， 我们就是，啊，这个还没有软哦，烫到它软。OK。这本书里面有三杯鸡吗？有、啊、不过、哦、我会建议啦，你看 YouTube 三杯鸡比较厉害、因为 YouTube 三杯鸡是表弟改良过的，那个更理想。 OK， 怡保有代理吗？怡保没有 OK、那新加坡人要打什么，要怎么买，要打电话给你们，电话什么号码、不用打电话给我们，你打上 GE 加 E 就好，你 comment GE 加 E 啊，我们会有后台人联系你啊，会跟你讲哦，你要怎样付款啊，他都会一一跟你讲啊，你完全什么不懂的话你可以问他啊。60块到9月30号前 啊，9月30号是最后一天，10月1号就没有了啊。 OK， 这活动就直到这个月底，下个月就会变回88块啊，大家要好好把握哦。 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的面就是穿烫到它软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就可以捞起来了。捞起来。这个面条一放下去了，不要马上去铲它，给它慢慢的软下去。给它软。好。然后我们要炸这个。对，我们炸花枝丸。花枝丸。炸的时候你拧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面包再给它抓紧一点。抓紧一点，那么抓紧一点，抓严一点。圆一点，你要小小拧一下，全部扁扁的，所以你要跟它脸上来，好了。对，你也可以到现在，我们有一个表弟好主意写的“欢庆表弟60大寿回馈粉丝活动”，下面有一个www.表弟official.com 啊，这个 link 你点进去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官方的 link 来的，你可以点进去来看你想要买什么。因为我们便宜的东西不只是食谱书哦，我们便宜蛮多东西的。对。大家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看看去里面 shopping 一下 ,OK? 在 shopping 的同时也可以听听看我们直播在讲什么 ,OK? 好。表弟，请问如果是用粗面线炸了会耐闷吗？粗面线吗？耐闷。耐啊。它比较大条嘛，那粗的面啊。面线如果你炸过干身的话，它就很耐闷的。炸过干身，前提是你要炸过干身啊，不管你是炸过焦啦，意思啦。OK， 来，我们不能太大火啊，你看油热了，油热就直接下这个油太热了花枝丸。对，油热的话呢，它就很快上色。所以油不能太热。所以我关火了呢。关火了。OK，各位啊。炸面的话是油要是比较干身啊，面要比较热一点，可是炸花枝丸就不要太热。这个挖餐肉啊，你是打 GE10E 啊，这个是中文的十，你要打成数字的加 plus， OK？ 我们后台才会联系到你。那天有讲新山买 receipt 没有这个价钱啊？你讲 recipe book 啊？有啊，我们有讲有啊。有带下。那时候是因为没有食谱书啊，没有 out of stock 了。对。是这次前天，昨天 Vera 回去了对，他拿了30本回去 ，OK。所以那30本卖完，我不确定还有没有那个食谱书可以买啊 ，OK。Hello, Christina Wong. Hello. Hey, how are you? 哇 ，Christina 啊，每一年我生日啊，连续四年啊都送东西给我。你生日大餐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他，你有看到那个重播吗？他穿着你送的衣服。我那衣服很贵啊，很不是衣服。小弟很喜欢。OK。OK， 你看看啊，其实这些要教的话， 你要注意一下，要教的时候这样子会熟吗？熟，你它容易熟的。
你炸到这样，差不多这样，啊，漂亮的颜色。OK， 如果你看，你这个，你这个要蒸透它啊，它那个一开始就油比较热一点啊。嗯，要蒸透它。嗯，一般上已经是差不多了。已经是熟了的啦。嗯，啊，很快熟。要讲知道它熟哎，它飘上来。浮上来，浮上来，啊，上来啦。嗯啊，所以有时你这个油太热的话，你要关最小火，啊，那么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开大火，我们开大火，开大火是把它油逼出来，油逼出来，它一热的话，那油就出来了，嗯，啊，热膨胀嘛，人是收缩嘛，嗯，一样的一个原理啊，来，啊，现在我们的一个，啊，开大火，把它洗上来，所有浮上来就是熟了了，几乎是熟了了啊。OK， 可是那我想，哎，我在煮面粉糕，哇！喂，牛哥，哎，吃了几天？啊？那吃了几天面粉糕？那天他就讲，是不是做多放做？哦，上次也是有在做面粉糕。那天他说吃了三天。啊，学到面粉糕做太多了是吗？对对，是，嗯，我吃了我们的那个面粉糕的版本很好吃，那个，哎。OK， Daman Belangi JB 有书吗？不然你有啊 ，Delicious 有啊，嗯 ，OK， 嗯，谢谢冰音来帮我们回复啊 ，OK， 谢谢你，他每次帮我们很多，啊 ，Christina Wong 也是讲，哈哈哈，我今天又在煮啊，咦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喽。刚刚有人问，哎，请问怎么买你们的食谱书？打上 G E 加 E 啊，打这个 code，OK，okay？ 好 ，G E 给人家看一下你。G E 加一，好，来，我们这样子就差不多啦，炸好，okay 了，嗯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啦，还要再另外煮吗？不用，不用，就是好了的，这样子就是可以出菜了啦，啊，哦。其实这道料理嘞，我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，我在海鲜楼工作，那么我们海鲜楼是卖得了这道菜肴，那以前、就是招牌菜啦，对，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，一粒卖多少钱呢？一粒卖一块新币。哦，80年代，现在呢？你在马币啊？现在我卖你一粒啊，卖你4块5块啊！我是真正马票啊，我都没有空头，没有钱，没有。我觉得以前卖一粒1块新币也很贵一下。没有，它成本贵吗？啊，因为是那个章鱼，我们的墨斗这么大，墨斗是这么大个，对不对？嗯。皮扒掉，皮不要，里面那个漂不掉，还有那个丝啊，墨斗的丝啊，没有用的。嗯。我们只是拿那块肉，但是那个头呢，没有用的。嗯。哦，所以这个墨斗是蛮相当贵的。我觉得表弟的肢体语言蛮厉害的，难怪你他那个外衣啊，然后那个头啊，那个形容到很好，大家都能不用听他讲，看动作都知道你在讲什么了。OK， 嗯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要在做什么？我们现在要炒面啊，继续回来我们的面啊，面条炒面条。OK， 我这忘记有那个蒜米。拍蒜米啊，要一些蒜米啊。现在热油是吗？啊，热油要炸鸡。你看，今天这三道菜都有炸啊。嗯，对。很可惜我们没有蔬菜哦。嗯。啊？表弟都很常不煮蔬菜。啊，有啦。这个我看到了，这是给面的菜是吗？哦，很可怜哦，只有一点点。OK， can see the recipe book. OK 啊，我们的 recipe book 啊，我们的食谱书就是这样子啦，60道菜表弟的食谱书。OK， 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过一下这个目录。前面呢会先讲一个作者简介啦，就是表弟本人啊，为什么会叫表弟啊，这里都有讲。然后我们的家庭成员也有讲出来啊，红红啊，米奇啊，然后再来就是表弟的这个食谱，不，直播记录啊，啊，然后还有一些，对，我们的目录，这里有面食类、饭类、猪肉类啊，很多都是酒楼的菜肴，像古老肉啊、梅菜扣肉啊、排骨王啊、客家大肉啊、猪脚醋等等，什么都有。OK， 再来就是鸡肉类啊，妈咪鸡，今天要煮的妈咪鸡。啊，牛肉炸鸡，然后海鲜类、蔬菜类、蛋类、豆腐
谷类跟小吃类，然后果然蔬菜类比较少哦。啊，这里啊都是表弟的名菜啊，表弟就是酒楼式的菜肴啊，也有一些就是好像减肥炒饭，嗯，就是用 cauliflower 做的哦，嗯、很特别，很好吃的那个。嗯，然后啊，金瓜饭啊，表弟骄傲的金瓜饭，嗯、啊，然后这个生炒糯米饭。都很好吃啊，老妹粉这个也是表弟很骄傲的，所以大家要这本食谱书的话，现在有便宜啊，便宜很多 ，OK？ 是因为表弟这个生日啊，60大寿生日，所以有做便宜。要的话哦，请嘛啊、打上 G 1加一啊 ，OK？ G 1 plus 1 OK？ 啊，新马运费9块，东马30马币，新加坡40马币运费啊，那他这本书是60块 ，OK？ 好。来，我喜欢炒面呢，就是这些这个码头这个料啊，猪肉虾啊，我就喜欢放点酱青下去，嗯，来一个一些马铃薯粉啊、木薯粉也好啊、薏米粉也好，就是捞捞一下，那么捞捞一下，这个肉就会很滑，滑好，就肉不会硬，就很好吃，嗯、很好吃啊。I place order 了，嗯，有买到了是吗？那就好了 ，OK。啊，如果没有炸碗炭敏，可以用意面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意面你意面不用炸，不用炸吗？意面已经没有了吗？本来就是炸的。对，你如果意面有时你怕有臭油味的话，意面要去正浸泡它。啊，要浸泡了。啊，浸泡它。不能直接穿汤吗？直接穿汤也是可以。浸泡它油拿掉捞掉了。那就因为有时意面炸了，我就放在那边已经两个礼拜了啦。你买回来放在家里又一个礼拜、三个礼拜了，那、嗯、久不久它久不那个臭油味啊。对啊、嗯，你就是要去滚水穿烫它，或者是如果是比较大条的意面，我们要蒸软它先的。要蒸软呢？要蒸软它了啊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准备来做这个福建生面啊。来，福建焖面。对， okay? 我们现在在这里呢，我们这油也热了。锅热油热、嗯、，OK， 可以一起买小米辣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私信、啊，你就是啊，在那个 link 上面一起购买啦。那、嗯、这个面我们穿烫了，所以这个面啊，你看啊，面经过炸的时候，它是很硬身的，嗯，它是很硬身的。这样你直接这个这样直接来炒干身，炒干炒面，嗯，啊，可以桂花炒面啊，炒干炒面啊，都是可以的。OK， 好，那么当然，我们现在是一边炸鸡一边冒炒面啦、啊。浸泡冷水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嗯，啊，浸泡冷水你要比较等久咯。我觉得直接穿汤就好。穿汤就呀，除了浸泡冷久就要等久。啊、直接穿汤、啊。浸泡冷久可能你要等半个小时啊。嗯，好。请问大众书局有卖吗？没有啊，只有 exclusive。哦，表弟罢了 ，OK， 表弟卖罢了啊，没有在任何的书店里买不到的 ，OK。Go home, we can buy this recipe book. OK， 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 Off Day Cafe， 这个是 Vera 的咖啡厅，另外一个是 Chilicious 啊、嗯，啊，这两个地方你可以去 search 看看。我姐姐的 cafe 啊 ，Chilicious， 加兰古林路啊。C H E E L I C I O U S 啊。Chilicious， 加兰古林路啊。另外一个是 Off Day Cafe、啊。Off Day 是 O F F D A Y，OK，、okay? 就是休息日的 Off Day 啊。Off Day 你就那边就可以看到哦 ，Vera 也在那边吗？啊 ，Vera 也在那边 ，Vera 的 Latte 狗也在那边啊。他那边狗是明星狗来的啊，明星狗。大家都很期待看到它。然后我们有时看看，有时你说啊，你现在是炸鸡啊？我问你，一直要做面？我炸鸡的给大家看看，为什么我放一片下去呢？我认为我放一片下去的话，这个鸡这个油还是不够热的，所以我就必须要等一下。啊、你要看油热不热，就放一个鸡下去看。对，因为我的没有开到火。啊 ，PM 我要买书，要买书的话打上 G 一加一啊、嗯、你打 PM 我们后台不会联系你的，你要写 G 一加一 ，OK？、嗯、好，来，我们就是一边我那油热的时候我们才就下去。啊 ，Can you pin the Johor shop address？ 啊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现在、oh, 啊，你打刚刚我讲的字 ，Google search 就可以 search 到了，很容易的啊 ，OK？ 好来。OK， 我们再等到油更热的时候。啊，谢谢 B 那写啊啊，不，可是 Chilicious 啊，不是 Delicious 啊 ，OK。Cheese。C H E E。Cheese 啊 ，Cheese 啊。啊 ，Cheese 的意思啊，他那边是卖 Cheese 蛋糕的。
好，来，我们锅热油热，下蒜米，下蒜米。所以我们就把这肉稍微放下。OK， 来直接放下去啦。把我们的肉啊虾全部一起爆香。它也是乱炒面。还有菜，这个是什么菜？白菜。白菜。放水。再放一点水。那以及焖福建面呢，一般上在真正焖福建面，我们就要放竹口鱼。那么我一般上我就很少去，没有买回来整包的话，放住就我就没有放，就浪费了。浪费，对。左口鱼其实除了用来做这个福建面，还可以做吗？煲汤。煲汤、啊。煲汤的是你放。左口鱼是一个鱼来的是吗？鱼啊，对鱼。然后它的粉呢、啊？左口鱼本来是一片片的左口鱼就是比目鱼。比目鱼。他们就是切没有用没有用到，好，还要吃吗？他们就是晒干了它。嗯哼。晒干了，我们一般上我们是拿油去炸了。现在很容易 air fryer 烘干它，烘干那个比目鱼，它搅碎它。哦，那就是左口鱼粉呐、啊。对，左口鱼粉。OK，谢谢 Namis 的帮我们回复这个 Off Day Cafe 的这个地址啊，感谢你，非常感谢。谢谢。OK， 来，我们家把我们的菜弄到差不多熟的时候，就把我们面水滚的，水滚的是我们水水滚啊，直接放这个面 ，OK。陈立珍是 GE 加 E 啊，不是 CE 加 E，OK？、Okay? GE 加 E 应该是别的 product 了啊。你要打 GE 加 E，A B C D E F G E，OK？、Okay? 来，我们放酱油啊，酱油两汤匙。Okay, 来，酱油两汤匙。两汤匙的酱油。蚝油。两汤匙的蚝油。两汤匙的蚝油，两汤匙的蚝油，黑酱油一汤匙，黑酱油一汤匙啊！你要看到你的黑度啦，一般上这个可以到两汤匙啦。因为我们福建人都比较喜欢要香黑啦，放两汤匙。OK， 好。搅拌、啊。在炒面的话，你可以放煮菜的话呢，为什么要放糖啊？糖是提鲜啊。你可以放一茶匙。提味啦。提味，把它味道精一些。就是不要只是死咸。死咸。让它有一点变化 ，OK。再来放鸡精粉。对，因为这么多，可以放到两茶匙啊。两茶匙的鸡精粉 ，OK。一样，搅拌。不够黑啊，让那些酱油可以放多一些。对，我油也热了啊，我们放下去炸。请问排毒菜有优惠吗？拜三，礼拜三会有优惠啊。OK， 不要买先，拜三才买。如果你要买关于优品的产品的话，先不要买，礼拜三是吗？有优惠。OK， 礼拜三他们下来。快下来。啊，他们下来才有优惠，你现在去我再玩我不能优惠啊。先偷偷打个广告啊，优品礼拜三会过来，哎，你想要买关于优品的产品的话，礼拜三守住我们的这个直播 ，OK？ 够黑了啊，我也觉得够黑了、啊，这是健康的黑，再黑一点，就有一点点不健康了。黑酱油是黑酱，你看就不够黑了，福建面要黑一点。雅弟觉得要再黑 ，OK， 那就再黑吧 ，OK。生虾焖生面很好吃，外面卖价钱也很高。对，生虾焖生面也是这样焖啊，一样的焖法。只是放生虾啦。OK， 来再放一点黑酱油啊。个人喜欢啊，如果你刚刚觉得那样就够了，就不用再加。表弟是觉得不够黑，所以再加一点。OK。咱们 Belangi JB 有几点菜啊？我不清楚，你可以去看。昨天就开了了。十点啊，十点到九点，十点差不多了啊。每一天都开啊，没有休息啊、哦。每天开啊 ，off day 也是啊，不过 off day 是七点关，好 ，sorry， 五点就关了。那可是他的礼拜五跟礼拜六哦，是到九点的，到晚上九点。
因为我们鸡很多，我们分两次炸哦。啊 ，B and H 也是礼拜三，什么是 B and H？ 啊，那是什么来的？祝表弟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谢谢，谢谢。可是已经过了。没有啊，生日两个礼拜了。啊，生日。啊，表弟的生日就是这样啊，到九月底啊 ，OK。啊，他到九月三十号就不是他生日啊 ，OK。为什么生日出？厨房小妹没有主持了啊！我们深夜厨房已经没有了啦，啊，已经没有了的，没有做了啦，已经没有做了的。我还可以放啊，还可以放到一个茶匙的糖下去的，先用两个茶匙的糖，因为这个味道可以再还没有可以还没掉上来。黑酱油本身不是甜的吗？黑酱油就是带咸的，带咸的。嗯，我一直觉得黑酱油有一点甜。马来西亚的酱油是带咸，带甜，啊，带甜。中国的酱油是带咸哦。哎，少许胡椒粉哦。不用用锅盖来盖吗？啊，如果有锅盖盖是最好哦。啊，好。对啊，老确实啊，锅盖盖才是闷嘛。你是叫烫面？哎，这种面条呢，它本身不会吸水。所以福建面呢，一般上我们煮福建面呢，福建那种大白糯米呢，他们就会吸水了，就会黏，哎，所以我们要放一点点的那个勾芡，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比较浓一点，比较干身一点，比较干身，不要太多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掉渣，你会放掉渣；没有掉渣，你会放鸡油啊，一点点鸡油。而且百红堂 B and H。你有卖这东西吗？我不清楚这个。有啊，有啊，是有优惠啊。礼拜三有优惠吗？有。也有啊。OK， 所以那你请留守到礼拜三啊，如果你想要。炒上来啊，料在上面啊，就是叫真正的。这个料在上面啊，料在上面就好。面在下面，料在上面。对，这个。啊，表弟在煮什么？表弟煮三道菜的啊，两道菜一个面。刚刚是煮了这个福建焖生面啊，在前面我们也炸好了那个花枝丸，酥脆花枝丸。最后一道是我们的妈咪鸡啦，现在已经下了几块鸡下去炸了。OK， 放了糖，等一下又放酱油哦，啊，会太重料啊，太黑了。对了。其实还好，因为它的面很大量。大量啊，其实还好的。OK， 我们面有几坨面啊？五条面。五条面啊，所以其实还好。OK， 表弟，广祥菜的酱油不错。啊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谢谢。OK， 我们下有机会看到的话，我们 try 一下。OK。那水分了，OK， 我们打算炸了两轮了，但是这一轮就炸得很美了啦。炸得很美就不用炸第二轮了。可以啊，如果你要不要更酥脆，更酥脆呢？你炸久一点你可以，或者你炸第二轮也可以。我们打算炸第二轮的话呢，我们就把第一轮拿上来。哦，很美嘞，这个颜色炸到。当然啦，当然啦。你吗？这鸡肉炸得很美，颜色漂亮。OK， 来，我们还有一些鸡啦，把它炸完它。它炸鸡要一够热啊，炸你看这鸡肉炸得美吗？嗯，很漂亮。炸鸡要够热，油要够热啊。所以刚才如果我贪心啊，我鸡肉全部放下去的话，这油就会降温。降温了，你要等它多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小火了。如果是酒楼那种，我不要紧，这粉给我点吗？好 ，OK。加工粉给你吗？不要紧，我就赶紧。不要掺啊，马铃薯就另外再放。OK， 来，我们继续炸啊，等油够热啊。那当然，你里面的东西要不要先捞起来？你也懂哦。看你直播很多次啊，跟着你直播很多次啊。
鸡肉颜色炸得很美，不用再炸第二轮了啊。有人这样子跟你讲，看你要不要炸干身一点点哦。好、啊，对，这是它是也是蛮脆一下的了哈、啊。但是你炸干，用手 okay, 因为我手用的铁手掌来的，我手弄到水。所以你在这你一定要捞干捞那个，把那些残渣对、捞起来。你没有捞起来的话，等一下你放个鸡肉下去的话，你第二轮的鸡啊有连就会连在这个。啊、对，它颜色就不会均匀。很难看，就是黑点黑点在那边就很难看。OK。OK， 油很热了，我们就开始来继续炸第二轮。对，捞一下，要炸的时候捞一下。OK， 哦，放下去咯。嗯。旁边放啊。嗯。东一个西一个啦。啊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南一个北一个，对吗？嗯嗯。啊。就是不要给它集中在一个地方啊，它会连在一起吗？炸到它变金黄色就可以了啦。那现在我们在调味啊。OK， 来妈咪鸡的调味。这个我们要有一个，当然妈咪鸡要一个妈咪啦啊。啊，妈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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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可以啦。OK， 麦芽糖。麦芽糖。OK， 纯正麦芽糖。纯正的。麦芽糖呢还不够呢，我们要过一个。这是真的纯正吗？蜜糖，哎，真的哦，优质大米跟麦芽罢了，它的 ingredient。嗯，哎，OK， 哎，炸了，你不要马上去铲它，嗯，给它未焦的，你给它的鸡肉干生一点点，我们才去铲它，嗯，啊，差不多了，我们才叫一下去，哎。两下就可以有了，等到它定型再炸、啊。对，跟它缓一缓，这样就可以有了。你用的铁锅有什么方式来保养吗？每次煮完菜过后呢，烘干它，涂一层油。啊，烘干再涂一层油啊。它就是养锅，然后以后你的锅就变成自然的不粘锅。哎，师傅不要拿掉，我要看一下，今天我们要调味啊。嗯，表弟也是要看食谱的。好了，可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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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嗯，有表嫂在，真的很快哦，马上变干净，有没有？有些表嫂刚刚偷偷抱怨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啊？OK， 好，啊，你看这个鸡就炸得美了、嗯，我们就大大火跟它炸它，不要小火啊，全程大火啊。因为油热了，你鸡肉下去了是，你放多的时候，整个油温就降下去了，因为鸡有水分嘛，就降下去了。那么你慢慢炸它，就上来全程大火。阿嘎阿嘎调味啊！啊，调味是阿嘎阿嘎啊，重要是煮制的时候就要很重要啊。对，这种酱汁就不太能阿嘎阿嘎，是你之前煮什么有阿嘎阿嘎。你们感觉到我们是阿嘎阿嘎调味哦。我只是告诉你啊，有听到表嫂抱怨，OK， 我告诉大家呢，我们心中是没有阿嘎阿嘎的，我们知道。可是我记得你之前有讲阿嘎阿嘎，阿嘎阿嘎是主要讲的，我们知道我们一斤的东西要放多少盐，我们心中知道。好，心中有知道啦，其实就是心中的阿嘎阿嘎，可是没有出声音。OK， 没有麦芽糖可以改蜜糖吗？你。可以放蜜糖，我们都要掺蜜糖的。但是如果没有麦芽糖的话，糖要放多一点，蜜糖放多一点，糖要放多一点。要放多一点。麦芽糖比较有带粘性，知道不知道？对，其实真正用麦芽糖会比较香啦。香的，对。因为它有那个麦香味。麦香味，它粘稠，它会粘稠。OK， 你看这鸡肉炸得美吗？来看一下，美吗？啊，好像蛮漂亮的、哦。对对。那么，鸡肉炸了，如果我们要现在鸡肉炸得跟第一轮的炸得差不多。那个程度差不多一样的，我们就捞上来。我们捞上来，这个颜色差不多一样的、两个。好像第一轮比较黑哦。啊，没有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啊，好吗，阿烈啊？有啦，有一点点一样，可能刚炸出来比较红一点。那么我们打算炸两轮呢？炸两轮是不是
它的皮更脆。对，皮脆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们炸两轮的时候，炸两轮的话，那个油温要更高哦。高温，对，啊、要更高温，就是让它的油，那个炸鸡本身的油壁出来。同样的，更干。第二轮的话，同样的，你这个也是要捞清净啊。对，捞干净。嗯，捞干净。把残渣捞出来。啊，不然的话，残渣的话，整个鸡肉就不美。嗯。诶。这次大家如果要煮晚餐，也可以学表弟这样子哦，三个东西直接都有炸的。嗯，这样你那个油就不会太浪费。麦芽汤可以给我拍照一下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来。容易买了，就店杂货店里面就可以买得到。可是。啊，一定要照片啊，不要少讲。对，因为很难找，你还是要有这个照片，那你就容易找啊。它是红色盖子的 ，OK。这个红色盖来给大家拍一下纯正麦芽糖桂林特产啊，桂林在哪里？中国啊。OK， 好，来截图 print screen， 三二一，我知道高雄在哪里。好，我知道高雄在哪里啊，你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桂林在哪里。我知道啊，在哪里啊？对，他、啊、在哪里？桂林叫中国、哦、中国啊，高雄呢？高雄在台湾。OK， 好，来我们的这个油啊 ，OK， 要炸二度的话呢，油要过热啊。油热的时候，我们就放下去炸。好，现在油差不多很热了，好，捞一下，差不多热了。我们把这鸡拿上来，放下去的时候慢慢放下去啊。不要一直大大力下去，因为有时我们这种的油热啊，你东西有冷嘛，一下去的话就会起泡啊，会满出来了。嗯，所以你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啊，慢慢放哇，是吧？啊，慢慢放下去。你看啊，我还没有倒完呢，已经差不多满了哦。OK， 好像下雨这样。OK， 因为它有水分嘛，要不然它就那个。OK， 一般上这样呢，炸一分钟左右哦。炸它一分钟 ，OK， 炸一分钟，嗯，很疗愈哦，感觉它的更脆咯，更香更脆。看啦、啊，如果你的油很热的话，可能炸个三四十秒这样。看到、啊、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量多和少都是在经验啊、哦，经验。现在差不多一分钟了、哦。啊，再炸一下子可以了，那干身了，变成它的叽的声，慢慢小声下去，就是代表它的水分少了。啊，听声靠声音来判断啊，这有一次也是经验了。啊，如果水、啊、声音变小声，就代表它的水分已经没有了。啊、okay, 少了了，哎，少了 ，OK。啊，是不是少了？一分钟左右，我们就捞上来。那个修妞啊，你 V 一加一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啊 ，G 一加一是食谱书 ，V 一加一不确定是什么，不过你可以 check 一下，应该后台会联系你 ，OK？OK，、okay? okay, 好了，现在我们调味，来刚才，给这里是几个鸡腿，三个鸡腿吗？三个鸡下装，哇，有四个吗？这样呢，我们调味啊，阿米啊，两三汤匙，对不对？三分之二汤匙，那我们放一汤匙咯。我们妈咪比较浓呢，我们先拿糖两汤匙，可以两汤匙，放两汤匙。来，两汤匙的糖。糖。36 cm 的 wok handle loose， how to fix tight？ OK， 你用那个螺丝转是吗？转紧它就可以了啊。嗯，或者你换螺丝。嗯。哎，蚝油一汤匙啊。OK， 跟着这个调味料去跑，只是妈咪变成一汤匙是吗、嗯？如果你是用四个鸡下装的话，对。OK， 妈咪 ，OK， 妈咪要知道，你不用这样挖下去的话，你要滴出来，它变成不然你下去能弄到水分的话，那妈咪那个妈咪整个就毁掉了。嗯，不耐，它很浓啊。我要拿汤的，拿干净的汤匙 ，OK。好，来，
汤匙啊。它很浓。哎，一汤匙的妈咪。嗯。再来是一汤匙的蚝油。Please let me screenshot the recipe. Okay, of course. 来，等一下啊，这样子大家有看到吗？ Okay, 妈咪鸡，来 screenshot. Okay, 3, 2, 1，这样清楚吗？你拍，你 screenshot 再 zoom in 哦，我这样子一次过给你拍比较好。哈哈，倒得出来没？没有啊，所以我们才用一个汤匙，干净的汤匙来挖。为了有水分的啊。来，蚝油一汤匙啊，已经放出来了。再来就是麦芽糖了，麦芽糖一汤匙。蚝油有麦芽糖。蜜糖一汤匙。对，麦芽糖一汤匙。所以是一比一哦。嗯。哇，这麦芽糖，漂亮。纯正麦芽糖。它新鲜哦，嗯，它就比较稀，如果你放久的时候，比较拉丝啊。啊，它放放久的时候，它就，就是比较容易啊，它黏黏啦、啊。嗯。那个妈咪的哦，有人讲它有红色盖跟黄色盖，请问有什么差别？啊，对，一个好像是有素食的是吧？哦，蔬菜的是蔬菜的是，就是它是素食的啦，另外一个是有肉的啦，啊。那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对，这个你我们就是这里。哦，还要 seven up。seven up 啊。它是写清水60毫升呐、啊，可是我们用 seven up 啊。比较有个一。60毫升是。三。60毫升哦。4个汤匙哦。好，60毫升是4个汤匙吧。我们换6个汤匙。嗯，因为多一个鸡腿嘛。嗯。OK， 一个鸡腿，2个汤匙。嗯。OK。6个汤匙。OK， 就是6个汤匙，然后再来跟糖、蚝油、麦芽糖、蜜糖一汤匙啊，蜜糖一汤匙、你不要汤匙放少许的油再挖，哎，厉害啊，那又在里面挖那个麦芽糖还是妈咪？没有一样的这个。没有，你放水的话，它就这个不会黏嘛。放油，等你放油，那个妈咪不会整个油油。不用紧，不用紧的啦。你如果因为它是过了一个油，比较准确。OK。嗯 ，OK，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一个。啊、oh, ，Red cap is beef, yellow cap is vegan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有黄乳清吗？有这牛肉是吧？嗯。还有个呢？素食哦。素食啦、啊。嗯OK， 我们就是这样啦，把所有的 ingredient 放好，然后就是要搅拌啦。搅拌搅，给它搅匀哈。啊，那表弟就是把那个麦芽糖能放拿出来就拿出来 ，OK。表弟会做烧鸭吗？做过啊，有做过啊，你可以做琵琶鸭，我用 air fryer 烤琵琶鸭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琵琶鸭。啊，我做过 air fryer 用 air fryer。那你有做过北京烤鸭吗？我没有那个炉啊。好、oh, ，要用一个专用炉啊！嗯，但是我不是我的专长啦、啊，那个烤东西啊，不是我的专长。炒面是我的专长，婴儿炒面起家来，锅啊，这个锅有一点点油就可以了啊。我们不用搅拌啊，不用，这个倒下来就可以了、啊。好、oh, ，OK。锅有一点点在里面搅拌啊、嗯、，OK。好，来，我们热锅直接把它倒下来。没有有芝麻吗？搅拌。感觉就是很浓哦，很甜的感觉。不会很，你看这样啊，你以为很甜，不会的。Seven Up 本身有甜料啊，你还要。对，煮上来就不会。煮上来不会的、啊嗯。不会，因为这个妈咪是带甜的，如果你没有甜的话，没有甜味的话，这整个不是，整个味道就不对了。表弟，什么面是最难炒的？没有难炒的面啊，没有难炒的面。只有难吃的调味酱。没有这样子吗？只有方法论做对。好，
你方法只要做对，你就会成功啦。OK。而且调料上我也有点焦哦，欸、有点粘稠哦。小弟 can do bake salted chicken， 就是我还可以放啊，烤啊盐焗鸡是吗？英国盖啊，小弟有做过啊，可是他是用那个盐焗粉去用的。加多半汤匙的糖。加多半汤匙的糖。给它有点粘稠先啊，你慢慢炒，慢慢炒。这个就是在这个窍门在这里了啊，给它的字啊有点起胶起胶这样啊。你那个我拿来炸鸡的是钛合金啊，titanium是吗？很好用，但是价钱比较高，比较高。现在有优惠扣60块啊，你们可以去搜。我很喜欢用这个钛合金的。titanium 的材质就跟最新的 iPhone 15 Pro 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它是用 titanium 的。啊，是用 titanium。是吗？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啊。OK， 给它炒到啊，它有粘稠啊，你有粘稠啊。开大火了啦！啊，哎，来了，哦，起焦了，这个颜色就上来了，okay, 很多泡沫啊，它突然间变了一种颜色，就代表差不多了啊，一直搅拌，啊，就是我们把它嘛放下去 ，OK， 放下去，来，这个时候是要表演。泡锅了啊！如果你不会泡锅，你可以用两个铁铲，这样炒了，或者是用两个铁铲去翻它，翻到它均匀就好了。OK， 像我就不会这样泡啊，我就会用两个铁铲。OK， 最后再撒上白芝麻。OK， 哇，漂亮！哦，我们的妈咪鸡就是这样出来了，漂亮哦！这个可以比那个。你现在用的这个铁锅多少钱啊？啊，这是联络啊，私信啊，它是一组的，它没有单卖。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可以私信表弟。OK， 来，我们的妈咪鸡就好了。对，今天颜色全部一样的。哦，很香哦，哇，那个味道。够力了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三道菜就是这样啦，一道面两个菜啦。我们这一个是福建焖生面，然后这个刚刚炸出来的妈咪鸡，完美 perfect 哦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花枝炸啊，炸花枝丸啊，我们这三道菜就是这样啊。那面有一点干了哦，因为毕竟就是我们煮太久了。所以面应该要最后煮 ，OK 了，看捞下里面还有水，等一下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三道菜就是这样。希望大家有学到。对啊。OK，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说食谱。如果你还没有我的食谱的话，你就可以啊，现在买，因为真的很便宜啊。对，这就是60岁的优惠啊。就是这几天，啊，到9月30号啊。对，因为这个价钱从来没有便宜过啊，这本食谱书。没有便宜，不能便宜，从来没有便宜过，它就是88块，现在只需要60块而已 ，OK， 啊，所以这个是表弟的这个回馈粉丝，生日回馈啊，然后其实赚不多 ，OK， 大家要的话打上 G1+1 哦 ，OK， 西马运费9块，东马30运费，新加坡40啊，要的话打上 G1+1。那我们这个食谱呢，另外我们也会附送一个很精美的。对啊，在这吃饭我们也是蛮有诚意的，是吧？就是附送一个表弟的精美的精美的一个嘛，你们收到会收到一个这个精美的一个铜制精美书签。书签， okay？ 那表弟的食谱书也是都有那个表弟的签名啊，都是他亲笔签名。你要签名，你要告诉我们。好 ，OK。啊，这个是给大家那个做纪念用的，对，那个时候我食谱出来的时候，买一个这样的东西给大家一个纪念，对，因为很美，这个是相当用心出来的一个我们的一个 logo 跟我们的一个，你可以做食谱，你可以架在这里了啊，架在这里面架，
嗯，哎，我们食谱里面有多少道菜呢？就是六十道菜肴。然后每一道菜肴你不是要限定在哪？妈咪鸡你是想妈咪虾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妈咪排骨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嗯。妈咪鸡、妈咪虾、妈咪排骨都可以的。同样是酱炸，同样是油炸啊啊，虾也是酱炸，是像虾只是放点生粉酱炸。那么就来跑上来。OK， 来。G1 加1 self collect from your shop. Yes, of course 可以啊，只要你打上 G1 加1、哦、你如果你要来旗舰店拿，不用打了，直接来买，直接来买啦，不用打啊，直接过来就可以了，我们一样加钱的 ，OK？ 嗯，那数据有吗？数据没有啊，只有表弟直播台跟 Vera 的 cafe， 还有那个JB 另外一个 cafe 啊，就是 Delicious cafe， 我姑姑的 cafe 啊，这三间地方有的买 ，OK？、嗯，那你要的话打上 G1 加1啊 ，OK， 各位这60道中英文对照食谱都是表弟教的这个九楼式的菜肴啊，九楼菜肴对，都是名菜，像古老肉啊、那个马来风光啊都有 ，OK， 这个老梅粉也有，就是老梅粉你就跟着做就会，你可以做辣味饭，你可以做什么呢？阿波鸡饭，也是这样的调味的，调味是一样的，只是你可以。可以改变 ，OK。To order this recipe book, please type G1+1 啊。offer 到30号，这个月底就没有了啊，十月就不会有了 ，OK。对，来买这本食谱书有什么好处？就是如果你要做年菜，明年过年要做年菜，不知道怎么做，哎，不知道做什么，这里面至少可以找十道菜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从里面挑4-5样菜做出来。看你多少人家家了、啊。看自己的人啊，饭啊，面都有。就是你连菜啊啊，这个这个不要讲黄酒鸡。黄酒鸡是啊，在坐月的菜也可以。这个你要会学，你要会做。这个这个就是年菜的。重点啊，你一做出来大家对你刮目相看啊。但是这个要你要可能你要失败2-3次，因为你不是像我们的。不是一次就成功是吗、来这个。教化鸡。你可以跟做药材鸡也是叫教化鸡、你跟做调味就对了的。对。鸡也不要太买太大只的 ,1.5 公斤够了的。你跟做这个蒸它2-3个小时啦。Go to your place in Daman Desa got sell. Yes, 有啊啊 ，Daman Desa 也有。Do you send to Singapore? Yes, of course 啊啊。新加坡的费用会要额外 charge 你40马币啊。OK， 牛油炸鸡这个是表弟。牛油炸排骨可以吗？他的家乡菜啊 ，OK， 三杯鸡。他是现在三杯鸡，过去我三杯鸡就是我弄水箱焖要快吗？当然现在没有，现在三杯鸡。慢慢焖到它鸡出水。现在的三杯鸡比较理想，比较厉害。如果大家你想要煮三杯鸡，你可以用 YouTube 找，我们有一个剪辑影片版本。调味差不多一样。I am from Australia, Sydney. How to order the cookbook？ 我们只提供给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们。如果我也是有卖给你们，但是很贵。对，寄过去运费太高了。是油会贵，对，油费太贵了，不要买，不值得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去 YouTube， 去 YouTube 看，对 ，YouTube 可以看得到表弟的食谱啊。你打，我虽然没有这本食谱没有在，但是我的菜都是在 YouTube 里面的、YouTube 里面其实也有的。这个金瓜饭呢也是，这个、不要只是煮金一样的东西，你煮金瓜饭一样的东西，煮芋头饭一样的东西。煮芥菜盖菜啊，大菜饭，一样的东西煮菜多饭，一样的东西煮包菜饭，一样的东西而已。对，一模一样东西。所以其实这个不止你看包菜、菜豆、芋头、金瓜，煮出来一样的啊。这个食谱书虽然跟你讲60道哦，其实不止60道，它可以100多道、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它一个菜一个食谱，对，你可以多种变化。我把料我一样放，料一样放，金只是金瓜换去芋头，或者是换去包菜啊，换去芥菜、该菜就都可以做，换去菜冻，就不同了吗？对对，所以你可以一样的东西改变，来 ，Can you share your location, please? OK， 如果你要找我们的 Wisma Miramas 啊，表弟的旗舰店，你可以打 Wisma Miramas 啊 ，W I S M A。MIRAMAS， 或者是你打在 Waze 里面打 BDI Signature，
甚至你写表弟好主义啊，都找得到。OK， 你的 screenshot 呢？啊，我们的 map 啦，在网络上哦是写 BDI signature 表弟好主义的。如果你打这些都找不到的话，你可以打这个 building 叫 Wisma Miramas 这里有。我们礼拜天是关的。OK。拜一到拜六都有开，然后是开到几点啊？开到五点。开到五点 ，OK。嗯，然后都有电话号码，什么都有 ，OK。所以你 Google Search 是很方便的 ，OK、嗯。找得到。好。哎，这个食谱是值得你拥有，因为可以一样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变来变去。对。然后只是一个阿桑鱼，我跟你讲的阿桑。那个阿桑酱就很多人跟表弟要过了。跟你讲阿桑鱼啊，你说也是其中我骄傲的一个产品。其实你这个阿桑。你看阿桑鱼、阿桑虾、阿桑手冻、阿桑海味，对吧？阿桑炒米粉，阿桑酱来炒的。而且阿桑你煮了之后，你放在这里，你吃东西可以拿一点阿桑来配，它有酸酸，带一点甜。就是那个酱料很重要啦。其实那个煮法其实都 OK， 可是那个酱料表弟调出来的，它根本就是。无私分享给大家，这个酱料都是他以前大炒所学到的啊，这个所卖的东西几年啊，四十多年来的经验。我厨业有四十多年了、啊。对啊，四十多年的经验来传授给大家。以前没有酱酱，没有啊，没有酱蒸啊。后来我是在后有一些是自己研发的啦 不过也是用他自己的。牛油炸鸡啊，牛油炸鸡是四十多年前啊，我十六岁已经开始会煮了。牛油炸鸡。对，就是。就全部都浓缩在这一本书啦，所以六十道其实不止六十道啊，是百多道啊 ，OK。那大家要的话打上集一加一哦，它现在是60块而已，以前是88块，为什么会那么便宜呢？是因为表弟六十大寿啦，他做一个回馈给大家，回馈给粉丝，所以你要的话打上集一加一啊，这个优惠只到9月30号。9月30号之后就没有便宜了啊，这个价钱真的是很难得，大家要好好把握。西马运费是9块，东马30，新加坡40块运费啊。OK， 要的话打上 G1 加1 ，OK。好来。哎，除了这，今天我还有两样东西是优惠给大家的，就是说，刚才我们说量匙量杯嘛。对，量匙量杯，你们都知道，这个量匙这样的瓜里地的量匙量杯呢。如果你在 Shopee 买的话，100多块。不止 Shopee 啊，或者是你 Shopping Mall 走街啊，你要找到这种瓜力地的量匙量杯啊，我虽然没有看过啦，可是我知道 Shopping Mall 找得到的都是 plastic 的。可是你要找到这种304不锈钢，而且还是镀金的啊，要很难找，而且价钱也不便宜。OK， 那四个量匙、四个量杯到底多少钱？会是要100多块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啊！今天我们量匙量杯跟你讲，就说啊，只需要60块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表弟生日，60岁啊，表弟60岁大寿啊，他卖你60块，原价我们是卖88块的啊，现在只需要60啊，你要的话打上 ME 加1啊，各位啊，西马运费8块，东马运费20，新加坡运费会是30啊 ，OK。有这汤匙就很好，你就做到很精准。量杯量匙为什么要做出来？是因为我们这个一汤匙到底是多的汤匙，这里都有写好好啊啊。那大家，你不管是用表弟的食谱书，或者是国外的食谱书 ，Gordon Ramsay 的也好啊，还是谁谁谁的食谱书啊。他都会跟你讲 one tablespoon, one teaspoon, one cup, half cup, 到底是多少啊？那我们都统一用这种汤匙的量啊，这是官方的官方对对，官方的这个数据啊，它的汤匙一汤匙是多少？来，一汤匙就是15 ml， 所以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不管是用外国的食谱书还是表弟食谱书，所以大家要买的话哦，可以打上 ME 加1啊。ME 加 E，OK。给大家看啊，这个呢汤匙哦，也就是拿这个汤匙做出来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酱料你可以拿来做什么？可以拿来做拿不鸡饭，拿来做辣味饭。其实辣味饭呢，只是辣味的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味道呢，只是饭的味道是什么？必须要靠酱油去配合它，提味它了。它整个才香，好像阿波盖饭，只是饭和鸡肉
是不香的。嗯，阿布盖饭除了它在阿布煮很香的话，它的那个黑酱油，它的黑酱油怎样调出来呢？在这里。嗯，都有写好好的。对对对，嗯，所以你一个汤匙一个汤匙刚刚好，就是跑不掉的。对，一个汤匙完全你就是跟这表弟的这些汤匙，你不要用什么铁汤匙啊，或者是用别的汤匙，啊。有的汤匙比较大，有的汤匙比较小。对，它那个差别会有在。OK。如果买 recipe book 跟这个 measuring spoon 是要给两次邮费吗？没有没有，它会加多一块钱。对，他们的邮费会变便宜。那东马加多一块钱啊，东马跟新加坡的话也是一样，是吗？会加多一点钱啊，会加多一点钱，嗯，啊。其实邮费哦，不是我们在收的，邮费是给邮递公司给的。对。为什么会要给？就是因为它的重量啊啊。但这个量匙量杯是八块钱，食谱书是九块钱，是因为食谱书比较重。对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些哦是给邮递公司的。那你如果一起买的话，我们会偷塞进那个，就是可能包在一起就会比较轻一点，嗯，啊，那价钱就差不多而已。对，所以啊，哦，邮费是，如果你买两个的话啊，它是会比较便宜的。再跟大家讲一下啊，这个 measuring cup 原价88块。啊，现在只需要60啊，60块是这个八个都拿回去啊，八个啊，不是四个 啊，四个杯，就两个，四个汤匙给你都带回去，总共八个 ，OK。这个是啊 ，Great One 的，全部是好美美的，啊，嗯 ，OK， 没有瑕疵的 ，OK，嗯，来啊，60块而已 ，OK， 啊，那西马运费是8块，东马20，新加坡30马币 ，OK， 要的话打上 ME 加一，如果要买两组 ME 加二 ，OK，嗯，看你要自己要记住啊。这个送给人都很好看，嗯，很精致，这东西都蛮精致，而且它后面哦也有表弟的 logo，啊，嗯，表弟好主意啊，这里也会有写，啊，OK，嗯，啊，很漂亮，啊，很精美，而且是304不锈钢啊，啊，所以你也不怕它会坏，容，嗯，可以耐很久啦，耐很久，你看我都调味针，调味好，对，它用了很久，洗也容易洗 ，OK， 嗯，好，那还有什么，这个是还有另外一个介绍给大家的是我的开关器，这个的。这个真的是大家一定要拿回去的东西，其中一个。对，好像我的朋友，今天我一个朋友来到我，也是我的朋友来送啊，我就会送这个给他。不是，不止你朋友，我台湾朋友表弟也送啊。台湾朋友来到哦，看到哇，那么有质感的开关器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。对，对，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惊喜啦，就是那么有质感的。对 ，OK， 开出来的话，你看。这个你一定要拥有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家里的罐头啊，买回来的时候，你要怎样开？你如果很多时候我们的开关器，我真的会生锈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不是刮了地的就人。那我们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不锈钢，不，它是不锈钢以外，那它是有一点质量的，有点重量的。其实你在外面找哦，它的这种齿轮啊什么的都很坚固啊。在外面找哦，这种刮力地嘞是要100多块的。109那天我啊我有看到，我的助理找在109。啊，网络上买 ，Shopee 买啦，其实跟我一模一样，差不多一样的，啊。109块，而且哦 ，Shopee 买是算有便宜啊，你去 Shopping Mall 买可能要130、150，对，真的有可能的，啊，嗯。那表弟到底卖多少嘞？来，表弟卖60岁啊。表弟卖60块啊 ，OK。哎，okay, 这个开关器不是一般的开关器，这个开关器真的是，它是很大大的。对，你看它只要夹紧，你轻轻松松的转，嗯，轻轻松松的转这里。大家有用过开关器哦？其实很难转的，这个很不会啊。转出来表现啊，还不会割手。很不会啊。还不会割手。对，它不会割手，就是完美的转完美圆圈。嗯，这个你煎了呢，那个我要煎蛋羊哦，这个拿来哈。不需要 啊，像这种就不能煎蛋了。对，我煎蛋，然后这样放在平底锅，放油，放平底锅，鸡蛋打下去。表弟真的是搞笑 ，OK，啊，不用啦 ，OK， 这看个人啦 ，OK。那这个多少钱啊？60啊，刚刚有讲，它原价也是一样88块啊。那要的话打上11+1啊，新马运费8块，东马20，新加坡30运费 ，OK。你要的话打上11+1，跟刚刚一样。你跟这个量匙杯啊一起配的话，它运费会便宜一点。便宜 ，OK， 便宜。大家你要的话，打上11+1哦，各位。所以这三样东西是值得你在家里你煮菜要用到的东西。第一个是这个，嗯，开关，开关。它除了开关，它也可以开皮尺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可以这样抠上来就可以了。每次开完过后啊，它洗干净。我跟你讲，不锈钢。但是你不要开完了，你放在那边不对啊，嗯，因为我们罐头有时有嘛，好像我们开酸性有酸性啊，有那个食物的咸的，嗯，对，酸性有咸的东西。那么如果你不洗它，好，啊，你放在它会腐蚀掉了，
一个月或许没问题，三个月可能有问题，因为你酸的在那边久的就风吹进去，久而久之它会冒生锈。嗯，啊，它会腐蚀掉。啊，但是这个就是每次食煮完过后，哎，开完过后水冲冲一下，吊住给它干。或者风吹给它干就可以了，水冲就好了，不用用肥皂洗了，水冲就干，水冲就可以了，水冲就可以了。OK，所以大家要的话打上一一加一哦，因为这个外面真的是要卖百多块啊，这瓜梨地，很难找的。OK， 而且它还有表弟的 logo 一样 ，OK， 然后是有雾面的，很漂亮，很精美，也是有一点点重量。有买过的人都知道我这个这个产品 的。家里没有哦，真的劝你们要买一个回去啦，因为。你真的要用到的时候哦，很痛苦。你没有的话，你用刀开罐头也不是，用剪刀也不是，你就是要用开罐器。OK， 啊，要的话打上一一加一啊，各位，一一加一 ，Elephant One Plus One。OK， 啊，那前面我们是介绍食谱书，食谱书的话一样啊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的啦。啊 ，G 一加一 ，OK， 你要的话。运费是西马9块，东马30马，新加坡40马币啊 ，OK。对。再来就是这个两匙量杯，都是60块啊，因为表弟60大寿啊 ，OK。哈，这个是四个汤匙，四个杯啊，全部只要60块。这西马8块运费，东马20块运费，新加坡30运费 ，M 一加一 ，OK。对啊，这个我们的优惠是到9月30号。嗯，好，9月30号就11月1号的时候，我们价钱就没有这个价钱了，就会回归成88块。我们也优惠到在这个星期四，因为大家跟着我三年多，我是说除了先我煮菜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至少把一个叫表弟的一个至少有一个表弟的产品带回去。好，就是 OK， 谢谢大家。对不起，第一个 M1 加 1， 麻烦帮我取消，谢谢啊。不要给钱，跟后台讲 OK， 好。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！那这三道菜希望大家有学到啊 ，OK？ 好，那我们直播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